桌子往前冲，这不是在攻城门，而是前瞻建设草案审查现场。必然实行治安负责，就其执行是前瞻建设之外。明明有异议，却在20分钟内快速通过，1分钟完成初审。立委痛批每秒乱花148亿纳税钱。等一个报告。泼水叫嚣，推挤跌倒，强硬通过草案，蓝绿立委爆发冲突，现场吵成一片。你为什么不遵守协议？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遵守协议？你一句我一句，延续焦土战术，霸占发言台。有委员指着本人不是男人，主席霸凌就是这样，用主席的权力啊，权力啊，去霸凌每个人发言。谁在阻挡台湾的进步？谁在阻挡台湾的发展？互相指控遭到霸凌，蓝营立委占据发言台超过2个小时，麦克风一度遭到消音。我还没讲完，你不让我讲话，我就把整个麦克风通通都灭音了。那个不要讲啊，那个都不要讲啊，那个都不要讲啊。为什么提出权益问题？因为我们已经看穿了，民进党就是要限期审查，今天就想把条例送出委员会，这么重大的法案。限期审查吗？为了8天8800亿预算，蓝绿立委在立院引发战争，前瞻草案就在只有吵闹没有讨论的情况之下仓促通过初审。东森财经新闻杨锦良，台北采访报道。